完美，晴朗的天空在反光灯下显得更加辽阔。哎呀，心情也不错，两队的表现也不要给我们添堵啊。OK， 我们一起进入比赛时间。这是一次非常强硬的拦截，成功断下皮球。帕塞米罗，兰帕德，防线脑洞大开，哦不对，漏洞大开。这下处理不够果断，这样的机会并不会很多，没能把握住，非常可惜。扎卡里亚，亚格希尔瓦，阿斯皮利奎塔接外球，对方球员的这个动作有点大，对方负责制造问题，而他负责解决问题。纳维尔莫里纳，兰帕德将球转移到了侧翼，哦，让人拍案叫绝的过人，转身向后传球，尝试打一脚，双方都在追这个球，球掉到中路，鱼跃投球，现在皮球湖人应接不暇了，他们进球了，场上的平衡终于打破了。第一下反应很及时，不过没能让球离开危险区域。无论你是不是前锋，都要想着门将可能会扑手或者扑向对你有利的方向，幸运的话你就有射门的机会。After 19 minutes is number 11 Mohamed Salah。 僵局被打破，比分变成1-0。在这个阵容当中，他显然是最具威胁的人，哦，能够扮演救世主的角色，就像蝙蝠侠一样。几次干净利落的短传配合，有队友支援，姆巴佩将球扑住，惊人的反应速度，减轻暂时解除，想要穿透防线，很有威胁的传球，可惜没成功。是个边线球，马特奥特瓦契奇，雷西奇充分展示了精湛的脚法，普利西奇，这球如果打进的话，很可能成为本赛季的十佳球，错过一次绝佳的良机。前面很顺利，只是最后打门出了一点问题。斯特林，球转移到了右侧，大卫阿拉巴出色的完成了一次救险，帕塞米罗，莱万多夫斯基，兰帕德，这样的尝试我不得不说太漂亮了。马特奥特瓦契奇，大卫阿拉巴读懂了对手的想法，成功抢断，回到了门前，裁判结束了上半场的比赛。好的，经过45分钟的激烈对抗，双方只有一球的差距，但这里唯一的进球确实堪称上半场的高光时刻，应该说上半场比赛相当的精彩。现在下半场比赛开始，一球之差，这个比分很关键。莱万多夫，莱万多夫斯基，他绝不会浪费机会，领先两球，这次安全了。中场拿到球只是开始，他们凭借手速刀般的传球和冷静射门，抓住了这次机会。
一方连下两城，而另一方毫无建树啊！他们完全可以趁胜追击，现在可是一鼓作气锁定胜局的大好时机。向外侧找到了侧翼，杰赫从对手那里夺走了球权。大卫阿拉巴，他应该知道这种传球简直是在浪费生命。扎卡里亚跟到右侧，很聪明的跑位，来到了有利的位置，聪明的扑救，凌空射门，他算是逃过一劫。漂亮，用手将球击出，能进球吗？最后通过哈雷的比赛精准球就完美了。我觉得他表现得很不错，能抢到门前这么好的位置，但只是无法一举进球。试图直塞，有机会塞过去，还是失败了。即便姆巴佩向他的队友表达了歉意，他的跑位时机掐得很准，可惜队友没传好，还有足够的理由抱怨，只要再大一些力量就好。这攻势就这么被断了。姆巴佩面对对方的强悍防守，他丢掉了皮球。扎卡里亚他们在前场进行着饿狼式的拼抢，突破了越位陷阱，这个球员很聪明。现在应该迅速由守转攻，兰帕德、萨拉赫直接射门，有一次机会，现在看看谁能够先抢到皮球，选择回传，空中解围，德保罗漂亮的断球，这球只要传得再好一点点，结果就会完全不同了。队友之间在沟通上面出现了一些问题，明显没有想到一起去。亚格希尔瓦、杰赫、阿西姆斯特林，将球传到边路。只有懂得无球跑位，才能把球给踢活。头锤哨响了，全场比赛结束。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的他们，着实奉献了一场非常专业的表演，取得胜利啊，也是理所应当的。莱万多夫斯基荣膺为本场最佳，鉴于他今天的表现，可谓是实至名归。蔡指导，你觉得比赛中给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？他们的防守坚如磐石。